眼睛只剩啊单眼，只剩单眼了啊。趁自己还看不到的时候，就跟着马祖放大家走了。时间，我们要发现台湾的文化。好，大甲妈祖绕境，今天要从云林走到嘉义的新港，一早就有热腾腾葱油饼，而且还是现煎的。热线的民众说，他是老乡客，现在没有随乡，改成了服务随乡的人。他自己本身是一名看护，自称这是绕境斜杠。这个是绕境斜杠，我们回程要在那个春鹿寮公园那边呢。都回馈到这个些乡客了哈。热心的信徒一路都可以看到，记者还发现了有一名视障的乡客，背包挂着告示，表示要是挡到了路，请见谅他的视力不好。也因为这样的提醒，陆续有好心人主动前往协助，帮忙推车。我眼睛只剩啊单眼零，只剩单眼了哈，只剩零点一而已。大哥来几年了？今年第二年。哦，第二年了哦。对。啊，你弟从也是从大甲那边走过来吧？对。啊，大哥有什么样需要跟大妈祖祈福的？没有，就是说趁自己还看得到的时候，就跟着妈祖。这名信徒说，他已经从大甲走到云林，要走完全程。之前他也跟随了白沙屯妈祖的进香行程，希望妈祖能够保佑他的视力别继续恶化。除了銮轿，经过云林土库的时候，特别在派出所短暂住家。随乡的民众当中，记者也发现了有外国朋友，他们已经走到腿上都已经贴膏药了，说是西班牙来台的学生，要来体验台湾的文化，而且中文说得很不错。我们要发现台湾的文化，他的台湾朋友告诉我们，这个活动，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活动。啊，你们走了多久的这个？从大甲，走了。时间，大甲妈祖绕境行程跟随的信众相当的多，乡客各有自己的故事和心愿，与妈祖同行。好，把时间交还给棚内。